第五课，老虎嘴巴。老虎来了！别怕，老虎不咬小乖乖。快看，老虎张开嘴巴了，好厉害！派个侦察兵进去试一试。咔嚓，死掉了，中间四个吃一个。边上和脚上呢？又吃住了，边上三个吃一个，脚上两个吃一个，真了不起呀！派一支大部队去试一试。又吃掉了，老虎的嘴巴真大呀！不小心掉进了老虎嘴巴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派一个士兵将老虎嘴里的小东西救出来。边上三个吃一个，脚上两个吃一个。中间四个吃一个，能救出的棋子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救出来，否则被吃掉就太可惜了。跑不掉的棋，不停地跑，就会越跑死得越多。小朋友们注意了，下棋时千万不要轻易在虎口里下子哟。